媒体评比冠军的养生粽。我现在用猪油，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第一个猪油炸板栗。对，我的第一个动作。好神奇呀！不是，就是因为我只用猪油嘛，是，那我就会从头到尾就叫做一锅到底，就把这些事情给全部都处理掉。然后我通常就是冷油的时候，就会开始烙这个板栗，刚好就有它热油。板栗啊，放下去的时候它是生的熟的，生的生板栗，对，只有泡胀了，把筋膜。挑干净，对，然后炸到你看看，跟做佛跳墙一样。哦，它随着油温，刚好每一个板栗的外表微微的一点点恰啊，对，就这样子啊，是是是，所以很快啊。好，这个时候呢，它还不叫做全熟，还没，对不对？对，我们只是给它香气增加出来，对，只有炸香。好 ，OK， 再来金高黑，现在油温高了，虾米也炸，对，虾米。对，要它有泡水，你看看泡水洗干净。下锅我的火是关的。如果今天照理来讲，正确的爆虾米也要从冷油起。可是问题是今天我们就是一气呵成，所以我现在短时间我刚下虾米的时候，我是关火，关火，对不对？对，好，然后温度整个都降下来了。嗯哼。好，然后重新开火。好，当锅子里面没有哔哔叭叭声音的时候，我们再开火。然后把虾米的那个水分带走，对，香气给它弄出来。然后你可以看到开始啵啵跳了，虾米开始跳了，火关掉了。为什么？表示它已经炸到很干很香，有一定的透度。可是你不要让它焦，对，好。然后这个虾米也是哦，就是我不会把它直接放在卤肉里面，要明天饭的炒米的时候。哦，再下到米里头去。对，所以不要让它泡在那个酱汁里面。卤肉，对，因为这样它的味道干香味就不见了。OK， 好，然后第二个伙伴，所以就一个一个来嘛。OK 了，每个同学通通都来嘛。OK， 好，好，然后五花肉，好，这个时候五花肉我们要把它弄熟吗？哎，不要，就只要外面上色就好了。嗯哼，对，开始反白了颜色。五花肉的外表已经开始没有那样子红红的颜色了。对，好，香菇下来了，20朵香菇，20哦，刚好配上那个栗子，刚好配上咸蛋黄，对不对？对，20颗，我们今天的配方，我用了这样子的分量，我用2杯，大家会比较准确。来，1/3杯，1/3杯，你不用采管。我哪这3倍4倍是不是管得不啊？对不对？好，来 ，OK， 1/3杯的分量的油葱，整整刚好就是用了一个平杯。对对对对对，好，一公棍啊，连中心是是是，有没有火眼的地方哈？不是只有外外圈，全部都滚，好香哦！现在好，然后来就凹。那如果你自己炸葱头葱油的话，你就是要在事前先把它炸好，晾干。再来，好，让它那个稳定了、凉了之后的油葱再来用才会香。OK， 我们现在要兑水。嗯，刚刚1/3杯的酱油，我们就用3杯的水。哦，反正今天这个比例，在这边下的水是3杯嘛。对，因为我们要多出来的水啊，给待会儿那个米来吸收的酱汁。好，你可以看到哈，现在就开始肉还是生的哦，当然只有肉它是。硬邦邦的，美的跟屁股一样。然后现在我要把它加一点点的五香粉。通常我们今天这样，我的五香粉的配方就1小匙的分量。好，好，五香粉下完了。好，煮到它沸腾。OK， 我们就盖锅盖。所以你现在看这样子，滚了。阿兄个滚，阿怎安呢？阿个扛起来。如果我现在立刻拿起来包这个肉，它是没有入味的。是啊，它要让它刚好静置一个晚上，吸了味道。对，隔天早上再把它从里面全部掏出来。不是不是，它本来是在里面的，因为我们录影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把它全部夹出来，剩下的就剩下肉汤汁，让它继续浓稠在这个地方。然后是不是夹出来就剩汤汁了？是，我们就是要拿来炒这个米。哦，米这时候才出现。对，然后呢，现在我们重新把那，你看看哦。我这温加热之后，它的汤水又变成开始又比较 对，有没有？它就没有那么浓了。勾芡的东西一样，对，只要热的时候，对，就流动性强。来，两，哎，20颗粽子，喜欢包个头小的人，你就用2斤。如果要包到标准可以卖的粽子，那我们今天就用2斤半。好，
汤汁滚起来的时候，把所有洗好不用泡的米加进来了。盐。好，这个时候加盐。对，我们刚刚五香粉是不是一小匙在里面了，对不对？好，这时候两小匙的。哦。这也是一般人很不会判断的，然后一小匙的。胡椒粉或两小匙宰粒哦，有的人买的胡椒要小心咩，那你就可能要省手一点，这个一小匙两小匙一个晚上，对对对对，炒起来的虾米，虾米在已经肉汁都被米吸走了，我们才把炸香的一个干虾拌进来，好香哦，香哦。那买的粽叶两种，一种是这个竹粽叶，绿色的粽叶，对，一种是那个贵竹的外粒，那个瓦靠那个竹壳，它不是 对它的竹壳那个外粒，好，那个是包北部粽，它比较厚实，水分跑不进去。那一般我们水煮粽用的就是这碟蛤，轻的，对，我们现在要包一大一小，对对对，我们现在你把它交叠在一起，你总看总长，大概这个地方就是在整个的三分之二、三分之一的地方，是折上来，翻上去哦，然后呢，通常这个米我会让它怎样，我会稍微量一下再来包，好好放一匙，先放就舀上一大匙的米，好，然后呢香菇先摆进去哦，对啊，然后这个切的蛋黄是好，然后再来这样花生，对，然后等会这个我通常会摆这样，好，然后记不记得我刚刚讲这颗叫味精，往里头米的地方好塞进去，摁进去，板栗塞中间，对 OK， 然后肉就直接肉摆最上面，好摆完了，再把另外一勺的米对它加上来，就是你家里面有那个平的那个铁汤匙或者是像这样大匙，是就满满的舀上一匙，好，然后就这样盖上来，这个这样盖上来，在盖上来的时候它的这个手有没有稍微压紧一点点，对，让上面两个是腮帮子，旁边多留出来一点点腮帮子夹得进来，对，然后你就以此推推推推，然后这样从上面折下来，这个是不是我刚刚折下来的盖子，对对不对，记得盖子就把它拉到我们的手，一二，然后上来，这边打一个结，有没有？然后这边上去环拉一个洞，就直接活结，对不对？每一颗粽子，这样你就 OK 了。对，包好了，我们就准备要煮粽。OK， 在家里面水煮粽子就是要找大锅子，没有别的，就是要找大的锅子，水要够宽，是。然后可以用一般的炉火，它可能在南部粽，它一煮。他可能要煮两个多钟头，所以我会建议说，如果家里面你有快锅，我还蛮建议你就是把快锅搬出来。是。那因为通常快锅它针对不会是大到像那个大烤店啊、做大店啊那大灶，所以有一个技巧，我就会把锅子是放空的，就是不要去加热，你可以摸它，好，然后平平整整放进来。可是呢，粽子一的是安娜五杠，我已经把所有长一杠，把它零零面面把它 Q 后，所以你看看我整平了之后，原来那么大的锅面我还有留住这个空间，对，好，那什么意思，来，我的下一串我可不可以从这个地方先放，好，来放正，让我可以更改 Q 这个杠，是这个杠，哎，你看看我 Q 完让你看 OK， 一直是一个平面，它不会有特别一个角吃不到水，还剩下这样子这么多 ，OK， 对，好，大量的冷水加进去，把它加进来。水需要多少啊？一定要高过你，这很难讲，这要看到高过你的，像我现在倒下去，你有没有看到所有的粽子开始在吃水，所以它在里面一直呜。对对对，你刚倒还不准的，对不对？对，你要等它泡泡冒完了以后，把那个水全部吸完了以后才行。对，哎，那这样子旁边有没有？这个就吃不到怎么办呢？对，还要再加哦，还在补，所以要整整的加过满过所有粽子的一个水位，高度还要满过它大概3公分哦，所以你看看，有给它足够大量。你像这样子哦，在转这个时候有没有所有的酱粽子都已经沉下去了？对，有没有？未来这些水它会变什么？会变少？为什么会变少？被米吸走了。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不管你用一般锅子，对，然后就这样开火把它盖起来，然后一般我们用快锅就省事很多。利亚明狗，你只要听到那个就是水满压的声音，对，它就是会满压，会吃吃吃，然后你就回来转个小火，对，小火的话撒撒荤精 ，OK， 再来关火，这样就 OK 了 ，OK， 来30分钟降压之后。对，然后再来就是你熄火之后，快锅不是还有一个泄压的时间？是是是，它就是最好的一个泡粽的时间。OK， 如果你用一般的锅子，你可以关火之后，再让它闷泡在里面20-30分钟。是是是，就是它把所有的粽子通通水分都稳定下来，死掉了。好，然后你可以看到，来，哇，好香。来拿一个盘，来，鸡巴翻过来，在上面。哇！呼呼！今天我们的食材哦，有杏鲍菇啊，来，我们杏鲍菇呢，好，我们把它切成大小哈，杏鲍菇的大小呢也不要太大，因为杏鲍菇现在哈就长得太肥大了，肥大的话你就把它对半切，好，那这个还好哈，这个因为杏鲍菇也会缩嘛哈，是 ，OK， 来，我们的大小这样，切成这样子啊，大小对，怪怪，那这样子最后的粽子包起来不是很大的？你感觉很大哈，是让杏鲍菇它会缩一点点，好，这是百灵菇，百灵菇为什么它口感吃起来，百灵菇口感，刚刚摸过感觉哈有没有像一下那个另外一个我们那个很高档的那个东西？鲍鱼，对，所以我刚才你没有讲它是这个是百灵菇之前，好，我以为我这样放像不像鲍鱼？像，对，看，对，这样子切一切就是一个喜宴的那个头盘了，对不对？你看像鲍片哈，所以呢，你看看我们吃素的人哦，很有口福啦，对不对？你看像不像鲍鱼？像哈，像，是讲它吃起来也像鲍鱼，好 ，OK， 好，姜片呢，当然素的东西哦，你必须要用一些新香料，是，好香料来提一下。新香料，你五星里面只有姜能够入到这个素食里面，对，对不对？姜是最普遍的了，是，姜是最普遍的了哈。好，这些食材都准备好以后呢，好，我们的米就放到电锅里面去蒸了。OK， 好，我们今天用的是什么米呢？对，我们用圆糯加一些五谷米，五谷米里面有燕麦啦、麦片啦，是哦，还有薏仁那些东西，它本身就很有口感。比例有没有这个？有，我们大部分都是糯米一斤，那个五谷二分之一。OK， 好，我们要把这些料先来前置处理。当然，我们做内馅的话，这必须要有它的香味、它的味道在哈。OK， 好，来，我们先哈放一点点的油。本身它没有肉，所以那个油稍微些许多一点，比有肉的东西食材哦多一点点，这样一定要爆香哈。OK， 好，来，当然哦，在家里生产的话哈，我们一次不是做很多，那直接炒直接爆香就好了。OK。今天宋师傅你给我们的这个配方是大概可以做出多少个？大概是可以做出12个左右。12个左右。是，好，是我们这个姜片哦，有一点点味道出来的。是，好，这个需要炒。这个炒 ，OK。好，这个杏鲍菇下去会不会油都不见了？很可能哦哈。这个 OK， 好，火呢稍微中大火一点点的。OK。太小火的话，真的油都被吸光了。对，它如果不是在高温的情况之下，低温的话。恐怕这个油还不够这些杏鲍菇来吸呢。对，你看我们高温的话呢，它可能马上就锁住了。是这样哈。对 ，OK。好，姜在锅里加热，已经加热到边边角角都有点点恰恰。对，杏鲍菇同样加热呢，也让它的边边角角有一些微微这样子的焦黑。微焦焦的哈。OK， 你看有点焦焦的。好，把这个一样。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烤麸，对，加进来了。火关小一点点。是，你看油真的被吸光了。油被吸光了。有吸光的，好，那我们的烤麸呢也有煎到有点焦焦的，好，像这 OK， 再来呢，好，我们觉得香菇，香菇也要花点时间让它香气出来咯。对，好，一样哈，好，我呢刚才很猛的话，现在就稍微关小一点点的，是的，好，我们现在就要调味了哈，是，我们放酱油，放点酱油，
好，其实酱油酱油膏都可以啦。吃哦，这个一定要酱油酱油膏哈，我们放点酱油下去。因为有的人为了那个味道啊，不会这个跑掉，能够挂在食材上头，所以他会用那酱油膏啊、蚝油啊这些东西，好，我们再水下去煨了哈。嗯哼。好，那么酱油啊，在锅子里面受热，它的这个香气转换出来之后，就可以加水了。对。这些食材都非常容易的吃味道，它很容易的杏鲍菇、烤麸这些东西，很容易就把味道吸掉了。对，很容易入味哈。所以呢，各位也不要卤过久哦，也不要过咸，是不要过咸，加点糖来，要综合它一下。对，好，好。这个时候卤的时候呢，有滚就好了。不需要太大火啊，否则它的时间不够，对不对？对对对，好，我们效果就不足。大概像这个呢，我们酌量的加一点点糖下去，好，对，多多卤一卤。我们这个板栗，我们也把它放进去，稍微卤一下。好，这是熟的板栗，对。因为板栗呢，哈，因为它也很容易软烂，哦，很容易软烂，哦，稍微卤一下就好了。好，这样子，家里有锅盖，我们就用锅盖盖起来，哈，锅盖盖起来，嘿，对，盖起来，好，好，我们的莲子呢，这个假如你用生的莲子的话呢，也是用电锅稍微蒸一下，大概蒸10分钟就好了。10分钟，对，那用干莲子的话哈，大概15分钟左右就好了。OK， 好，那我们现在来处理我们的松露，松露，我们切很薄的片，因为我们没有那个特别切，好，我们用一个哈，要本身。平常是用个刨刀，对，对不对？对，用个刨刀，对，好，那这样哈，切片，松露准备好了，那我们就准备什么？我们准备我们在包粽子的，对，一个是荷叶，好，荷叶粽叶，好，荷叶呢，一般来讲都是大张的，大张，我们把它切成对半，是，我们修一修，修整齐啦，这样修整齐，这样好像修整齐一下，好，是，修整齐一下，好。那竹叶呢？好，这个是荷叶的部分。荷叶的部分，竹叶的部分呢？也要竹叶啊？要，因为竹叶垫在底下，哎，这样才有像粽子。哦，这样。所以竹叶跟荷叶同时都用。因为假如你完全用荷叶的话，它味道这个会稀释过来。荷叶有荷叶的味道，这样子，那竹叶比较没有味道，但是它是放在中间那一层，这样子，好，我们把它，好。像这样子的这个叶子啊，无论如何都要经过清洗啊。对，清洗。清洗完了以后呢，才会把这些叶脉上头啦，有一些小的虫卵啊这些东西，稍微的这个擦拭干净一点。对，那这个竹叶呢，我们要对半切。好，这个我们准备好。好，放前面。好 ，OK， 荷叶，那准备旁边。我们今天的粽绳。粽绳，我们全部用是这个草。传统式的哈。是。这个叫咸草。是。咸草啊，好，咸草哈，我们一样是泡。泡了一个冷水，是好，泡了2-3个小时以后呢，哈，这个让它变软，准备好就变软了。包粽子的材料的好，米饭，好，好了没？来，我们自己测试一下米呢。我像我们这种糯米哈，拿着干蒸米哈，要泡2到4个小时是最恰当的时间。好，泡干净了以后，用足够的水去泡2到4个小时。好，这米饭呢还有一点点白白的，好，还有白白的话呢，我们平常的话哈。蒸的糯米大概要40分钟，是。但是呢，你用另外一种方法，我们拿一点点水过来，要泼一点点水下去。对，啊，泼一点点水下去，好，让它这样子的话，这样子再补蒸一下。对，这样子会比较快。好，看我们用水勺直接撒进去，就直接撒进去哈，水多一点没关系，因为我们是下面有过滤的，哈。对，可以漏掉。漏掉的哈。我们再用汤匙啊或者怎么样，稍微把它拨动一下，这样会比较快哈，这样子，不然你现在米没有透的话，你勉强做的话，待会就比赛就不能够得名了，哎呀，就补救不回来了，是，好 ，OK， 那我们再把它盖一下 ，OK， 好，以您的判断，大概还需要多久？啊，大概5分钟左右，再5分钟，对，对不对？平常我们蒸的话哈，我的技巧是。蒸25分钟它就熟了，但是我在20分钟的时候呢，我会撒水，翻松，再补5分钟，差不多25分钟 ，OK， 这样子，再等一下，等这些米熟，我们再来进行下面的动作，好不好？ Okay. 来，过了5分钟，我们再来检查一次，看看这个米饭到底 OK 熟成的效果究竟如何？好，这个我们要检查，不能够从这个中间查，对不对？对，应该要从旁边查，对不对？对，旁边的旁边这些。
如果都熟了，是就表示中间也熟了。对，好，其实你这样肉眼看过去哈，比较透明的感觉，试吃这样最准的。不是，都两个都熟了，都熟了。OK OK 好 ，OK OK， 确定起火。OK 好，起火好。好，刚才呢，我们把那个卤好的，就锅子哈，把那个料拿起来，材料把全部盛出来。对，我们就利用这个酱汁。哎哎，点点酱汁没关系，好，这样其实我们这个把那个米饭哈 ，OK 好。好，把整个蒸布倒进来，一兜，就可以全部这样子倒进去。倒进来，好 ，OK。我们趁热的时候来调味，哦，这样比较均匀。哦，半要调味。对，半要调味。好，好，调味哪些东西？哦，盐。像我们这个米是一斤，好，这个五谷米是半斤，是一斤半的话，我们比平常调味的东西还淡一点点，因为毕竟它不是配饭，是它本身就是饭，是，所以呢。平常的话，一斤的东西我们放五克，这个地方的话是一斤半，我们放五克。哦，这样少很多，少很多哈。OK， 好 ，OK， 好，只要盐，还需要什么？盐，好，还有我们的糖，糖可以中和一下它的味道哈。OK， 好，糖，好，补一点点糖。OK， 我们就趁着把它好，因为呢，刚才你讲说这个哈，它有熟，但是还不够糯，不够柔软。我们补一点点的开水下去。哦，还要补水啊？对，补水啊，补水啊，不然不补水，你就要补油了呢。嗯，才能弄散啊。对，再补点水下去。像这个一斤半的话，我们大概要补到差不多快一碗的水下去。哦哦哦，好，补开水哦，哈，这样子。凉开水吧，对不对？凉开水，热开水也没关系。好，热水跟凉水都没关系。对对。但是它是要是不能够是生水。对，不能生水。不能生水。对对哈。现在它很热的嘛，它又会把那些水分吸完了。吸走。这样子的话，米更柔软了啊！可是它看起来好像湿掉了，变得有点像粥了。哎，不会啊，它一定会把那个热气散掉了以后就好了。对，因为它的温度还是很高的。是，很高。现在我们的主角要下去了，我们的松露油。哦，对，哦，这个油还是要用的。哎，油还是要用去的哈，用去的。好，油。那如果刚才我没有加这个水，我直接加这个松露油可以吗？这样子。饭会比较硬一点点哦，饭也就硬一点点，饭一点点，好，好，有没有闻到味道了？哇，那我一直闻到它的味道，那我们就可以包了。来，我们再放我们的粽叶，哈，粽叶呢，好，我们取两片，哈，大概是两片或者三片，小的就三片 ，OK， 好，你也可以这样放，哈，两三片这样子放好，排整齐以后，好，好，先来男主角。之一放底下，这个也是鲍鱼，看鲍鱼放下面，好，再来呢，我们就这个不是很热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好抓一团，好，直接放上去，好，放上去，奇怪的包法了，哎，奇怪的包法哈，再来呢，好，这个是有口感的东西，好，这有口感的东西，好，这有口感的东西，好 ，OK， 这有三个，杏鲍菇。板栗跟这个烤麸，对，三个上第二层是啊哈，好，再来，哦，所以这里面的饭本身跟三明治一样啊，对，三明治这样子层层口感不一样，好，再来呢，好，那我们把这个倒到这地方来，好，比较好取，哦，莲子，好，拿几颗放在这个这里面，饭的上头，对，盖过去，好，好，又一层了哈，OK， 好，再来，你这样子已经开始接近一碗的量了，对，对不对？好。一碗就是220克左右，220克左右，连料这样子，连料加在一起大概是200，饭是150，然后呢再配一些其他的料，对，松露呢，对对对，其实松露的话你可以摆在这个地方来，或者都摆在最底下，松露好，OK 好，压过去，好，来再把压过来，压回来，压回来，压过来哈，好，你给我一把剪刀哈，这样的哈。好，这叶子呢，把它很顺的把它放起来，这样包起来，好，扎实一点。好，这个多的叶子呢，我们可以把它修掉，修掉，好，修掉，好，修掉，好，绑紧，绑紧哈，来，这个折回来，是，折回来哈，折回来，好 ，OK， 好，四四方方，四四方方，好，再来，你这样子是这样子，还是要单独拿开？单独哈，哦，一条条抽起来，对，抽起来哈，你可以用一条、两条哈，这样子一条，好，是 ，OK， 好，好，我们对称折起来，哦 ，OK， 折起来，先对对折，对折，好，放过来，好，差不多一半的地方呢，是拿起来卷起来，好，卷起来，就跟中药店扎药一样的道理嘛，哎呦，这个想象力真丰富，是不是？没错，中药店就像扎药的，对不对？对，啊，绑起来。稍微这样压紧一点点，扎实一点点。哎，稍微
绑紧一点。对，我们让它虽然不是三角，但是也要有重腰。对，好，绑起来，我们再把它，哎，多余的剪掉，哎，剪掉，好，这样干一个，好，哎，有没有？是，是不是这样子漂漂亮亮的？有没有？一个粽子就这样子呈现出来了，最后那个绳子，对不对？对，我们把它对折，再对折，对折再对折，再对折，好，把它打个圆圈，嗯，好，打个结，对，好，打个结，好，再来呢，撑过来，撑过来，嘿嘿，这样子哈，撑过来，嗯，撑过来，好，撑过来，哎。这样子一提 ，OK， 好，哦，嗯，这样子一串，好，重新放到蒸笼里面，对，再去蒸，蒸20分钟，20分钟蒸完了以后，就像是我手上现在的这一挂一样，有没有？颜色变深了，好，剪开来，好，重绳拿掉，拿掉 ，OK， 好吃的时候如何上桌？好吃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把直接用这个粽叶放上来，就把它旁边多的地方这样折进来，对，对不对？折成一个稍微比较美观这样子的一个造型，对，摊在这边，对。哦，怎么样？媒体评比冠军的素五谷养生粽上桌喽。